环球云视记者 Vivian 纽约报道，2月23日，全球精英纽约国际春晚在纽约皇后剧院成功举办。中国驻纽约总领馆桂林领事和耿俊伟领事以及数十位侨学工商界领袖应邀出席。本场春晚通过器乐、歌舞、曲艺、京剧、变脸、魔术和朗诵等多种表演形式，展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参加表演的艺术学子们秉持文化自信和包容创新精神，在海外春晚的特别舞台上奉献了精湛的演技，博得了数百位观众阵阵热烈掌声。春晚由美国李涛博士国际音乐学院和全球精英演艺集团主办，美国50多家专业艺术学院及机构协办。据春晚总策划、总导演、旅美钢琴家、教育家李涛博士介绍，参加演出的人员是全美各地800多位艺术学子通过激烈的比赛甄选出来的，目的是为美国以及全球观众献上一场多姿多彩的文化盛宴。中国元素、西方经典、多元并存、共谱华章，这是本场春晚的主轴。特别是华人学子们以精彩的表演传播了中国文化，庆祝中国新年，同时展示了中华艺术的博大精深，让更多本土观众深入了解中国。在整场演出中，由李涛作曲、邵永强作词的《依恋你》《西部高原》深受观众喜爱。这首歌曾荣获敦煌文艺奖、陈忠奖以及五个一工程奖提名。由纽约知名街舞团 Hello Dance Crew 和 AKF Dance Studio 表演的现代舞，每一次出场都能瞬间点燃观众的热情，喜庆的气氛十足，欢乐的年味十足。华裔舞蹈教育家陈敏主导的纽约芭蕾歌剧团为观众推出了古典芭蕾舞剧《胡桃夹子》中的经典双人舞片段。这段节日芭蕾充满梦幻般的神秘色彩，在现场又洋溢着浓浓的年味。曾经在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和多个欧洲国家元首的主题活动中参加表演的意大利著名男高音歌唱家，被誉为 High C 之王，曾荣获 Mario Lanza 国际大奖的 Giuseppe Taormina Tenor 现场现役，演唱了《我的太阳》《国德喝彩》。本场晚会的一大特色就是李涛博士、李波、朱晓音、周思远、Perry Zhu、Alejandro Wu Mola、Adam Wu Mola 等众多钢琴艺术家表演的钢琴四手联弹和八手联弹世界名曲，让观众大饱耳福。
乐剧大串烧环节也让观众依次尽览音乐之声。晚会现场同时还进行了颁奖活动，记者 Vivian 纽约报道。云行全球，视通天下，环球云视。